哎、欸，他们两个看起来一样大哎、欸。迪尔还会靠过去哦，妹妹比较喜欢，她不喜欢弟弟耶。这怎么可以？我们家也要吃一下奶嘴。那他是想睡觉还是哪一只？哎，两个不错哦，感情很好。那你偷他的奶嘴来吃，快点。你要什么给他？哎呦，不错哦，会分享玩具给人家玩。你的那个张虫虫，他还有声音哎，妈妈还是会唱歌的。因为没有洗澡，你又把它弄坏掉，他还是会唱歌。对啊，超爱吃，看他在看你，有没有发现？真的，那你要不要跟姐姐吃？你要不要请姐姐吃呢？好啊，姐姐要拿一个，要自己去拿。要拿一个，姐姐你自己去拿，好不好？阿姨要请，请阿姨。两位阿姨呀、啊，快点！哎，那没有了，好，不要那个，那不要吃了，不要吃。奶奶，你那个，那不好。奶奶，你这样。要什么？所以卡罗叶就要搞半天，我可能九月中就去玩了，我去员工旅游。被人家讲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我这样我就不想去啦。适合给你，因为妹妹喜欢玩。那谢谢阿姨。哎，尽管。你要谢谢阿姨。一天只能吃两个哦，送了好多东西哦。没有啊，那个我们没有，我们还有一罐啊，没有吃的、啊。因为阿姨都一直买。这个是在库美库买，本来要送人啦、啊，人家都没有来就算。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妈妈说买这个发现好的，可是买那个就不。我们就在想说，你到时候买。可是不是九百块？我妹妹来要吃了。鸡不可以玩。好，琪琪你要抽。太毒了。还好哎、欸，然后上次看到那男的一直哭，叫他走开。小男生的小。周刚比较喜欢女生哎。眼睛看不到。真的吗？你要睡觉了。金本人都喜欢乱讲话。八点都起来，到现在还没睡。厉害呀！你也是。我还是不想买。干嘛？你也要玩？跳舞吧。嗯，还不错。可是没办法，那个他就是要赚钱啊，不然他那游泳池怎么那个、啊？对，所以就觉得这样子就有点。而且有游泳池，你看像人家不是说什么节省，他说游泳池，后来发现我们后面游泳池啊，那就是要花钱啊，也不会游那么多次啊。对呀、啊。我们这边旁边有那个水蓝天啊，还蛮专业的，还有 SPA。本来就是啊。那爸爸，你们也有水游泳池啊？水蓝不是我们啦、啊，我是说隔壁有那种。哦，对啊，我是说如果，因为像那个什么，之前我爸爸他们那些，我看他们那些邻居他们。我们的金伯也没有心机的。他喜欢跟比他大的同事哦，也是隔壁啊，就是房子还没要收。终于看到金伯没有穿粉红色的衣服哎。哈哈哈哈哈。对。我跟你讲，他之前他每一件都一定要粉红色，但是有这一件他可以不穿，因为他有。可是他还蛮，他也蛮想请辞，说那你要穿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来听讲。那体力用不完。对啊，也是啊。对啊，对啊。爱听讲。也是啊，不然谁要可以去玩溜滑梯啊？不用再这样家里这样跑就好，就我这样就消耗很多体力。等一下你走，他就说。不是工人的意思是说他们这样跑。你又只看我开心，你不知道开心什么。陈鼎宇，你不要乱啃啊！
你可以拿出来啊，你可以拿出来玩。姐姐不见了，姐姐。